花莲捐血站8月5号发出征血令，欢迎民众踊跃挽袖捐血。玉里政党部以及中国国民党黄复兴、黄荣华齐聚党部，马上结合在地的农特产业，即将在9月9号办理 A 型捐血，弥补血荒。花莲捐血站8月5号发出征血令，欢迎民众踊跃来挽袖捐血。玉里镇党部以及中国国民党黄复兴、黄荣华七区党部马上就结合了在地的农特产业，即将在9月9号办理爱心捐血的活动，希望来补足血荒。我们这一次的结合在地各个社团以及农特产的特色的在地产业，一起办理9月9号的捐血。也欢迎所有热心助人的朋友们一起来捐血，献出你的热血，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。这次跟玉里在地的产业来做结合，只要是当天来捐血就会有感恩好礼。玉里樱桃鸭、鹤冈文旦、渐渐好米、玉溪米、洗衣精，还有在地的美食餐券，玉里臭豆腐、圆圆舒食家、玉里面送完为止。目的就是希望民众在早上的10点来到玉里镇的黑熊教育馆前广场呼朋引伴，大家来捐血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